能啊，讲到磁能，那么磁能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常用的哈 ，magnetic energy， 它是二分之一 L I 平方。这个观点是把磁能当作是储藏在电流里面啊。另外一个观点呢，就是把磁能当作是储藏在磁场里面啊，磁场里面。那么这是两种算法。那么因为这种算法，它可以不要经过计算 self inductance， 因此我们从这里可以发展出一种计算 self inductance 的一个方法啊。你磁能可以用这个方法计算，然后被 I 平方来除呢， I 平方来除它就变成 self inductance。 因为有很多这个问题啊， self inductance 不是很好求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个问题，我们看一个长的求 L 长，我用小 L 好了。L 长的电缆线，同轴电缆线，中储藏的磁能假如我们有一个电缆线，它是这样子的，这很长哈，我只是画出它一部分 OK。 它有内导体跟外导体，内导体呢是一个实心的啊，是一个实心的 ，OK， 整个都是一个导线。那外导体只是一个壳子啊，导体壳。好，那么我们以这个中间来看，啊，这个长度就是内导体的半径。这个是外导体的半径 B 啊 B。 那它现在有电流，这个电流呢是里头的电流均匀的，整个 cross section 上的均匀的电流往这边流。那么外面导体啊，这个导体有电流啊，这周围都有啊，I 往这边流。现在我们要问 L 长，如果我们只取 L 长啊，它其实是很长很长了，我们只取它一段而已啊。这个当中储藏的磁能是多少？你求磁能的话呢，你就想我们有这两种方法啊，你要用这种方法，你要算什么自感系数？这个自感系数不好算呢，啊，不好算。比如说，这个电流，整个电流它会产生磁场，绕着这个内导体的周围，哈，的磁力线绕着这个周围。如果全部磁力线都在外面，那我们就知道它整个的磁通是绕着它一扎，
但是它里头还有磁场啊，里头的磁场有没有整个绕它呢？没有啊，有的绕这么多，有的绕在这里，所以这个 self-inductance 很难求啊，啊，你不好求它那个 self-inductance 等于 n phi over i， 那个 n 很难求出来，所以走这条路的话，这个 self-inductance 很难求，这个可以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方法，啊，你方法决定了以后，你就回答他的问题，它是等于二分之一 mu 零 b 平方 d tau all space， 啊 all space。好，那你现在就要求 b 场咯，这个 b 场是 all space 哦。这个 space 包含什么？这个区域，内导体的区域，还有这个区域，两个导体之间，还有这个区域，有三个区域，所以这三个区域的这个磁场啊，我们都要求出来哈。好，我们现在用安培定律。好，安培定律。Enclosed， 它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地方的磁场好，我们如果把这个当作 z 轴的话啊，好，那磁场就是 phi， 电流是这个磁场就是phi 的方向啊，它是等于二派 r 分之 mu 零 i， 这个是在这个之间好，那么二派 r 平方 mu 二派 a 平方，好，这个是 r 小于 a 等于零 ，r 大于 b。啊，好，那这个是三个区域的磁场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求这个磁能的话呢，这个区域就不要求了，这个区域不要求，好，小于 a 啊，小于 a 我们可以把它求出来。二分之一，不要忘记它，等一等，这个磁场呢，有一个平方哈，啊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平方，好，那么也，二，对对对，二。你说这个缪零在下面？哦，对对对，写错了，对，缪零 ，yeah，OK， 好，那这个缪零，啊，缪零在这里 ，OK， 好，那现在我们 ，BB 吧，你取 d 套 ，d 套怎么取呢？啊，我们比如说，在我们取大一点的地方来看好了啊。它是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去，这个是 R 啊，这个是 DR 啊，
取这么一颗，这么一个体积，这个体积，这个体积就等于二派 r 乘 dr， 就是这个面积再乘上这个长度哈，我们就乘一个 l 好哈，这就变成这个二派 r dr 再乘上 l 哈，好，这个就是体积 ，OK， 好，它按照 dr 积分。啊，在里面的话呢，零到 a 啊，然后再加上啊，从 a 到 b， 二 mu 零分之一，好，这个是二派 r mu 零 i 的平方，这也是一样 ，two 派 r l。乘 dr， 好，那么第三个区域就是零，就不要做了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二派二派约掉，还有一个二派，就是四派分之 mu 零，i 平方可以提出来 ，a 四次方可以。提出来，好，这里有一个 l 可以提出来，啊，里面呢就变成 r 平方乘上 r 就 r 三次方 ，dr from zero to a， 啊 ，zero to a， OK， 那这个呢也是一样，四派。啊，四派 mu 零平方约到一个 i 平方 l， 好，里头是 r 平方约到一个 r dr from a to b， 好，那你就可以把这个，这是四分之一的 r 四次方。所以这个就变成十六派 a 四次方 mu 零 i 平方 l 乘上 a 四次方啊，这个四次方跟这个四次方可以约掉啊，啊可以约掉，好，再加上这个，这个就变成四派分之 mu 零。i 平方 l 就是 log b over a 啊 b over a， 好，那么它的能量呢啊就是这个，我们把这个擦掉好了，这个擦掉好了啊，就变成很简单的，这是能量 ，OK。它的单位当然是 Joule 啊 Joule， 好，那么我们算一算它的自感系数 OK， 自感系数，好，自感系数我们求它的单位长度的自感系数好了，我们能量也是以能量也来被 L 除一下啊，单位长度的能量，那就是 over L 啊，它就等于十六派 mu 零 i 平方。加上四派 mu 零 i 平方 natural logarithm a， 好，这是 joule per meter， 好，我们现在求单位长度的自感系数，
那就是 L 被这个来除，被小 L 来除啊，它就是等于两倍的被 I 平方来除啊，你这个乘个二，然后被 I 平方除，所以这个就变成八派分之缪零啊，再加上这个啊，乘个二变成二派分之缪零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OK 好，那这个就是 Henry per meter 啊，这个是求磁能跟它的自感系数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个这样的题目，我们刚刚这个电缆线呢，它的外壳是非常薄的啊，一层这个导体的薄壳，如果外层蛮厚的话，那它的区域啊又增加一个啊。好，我们求把这个图我们画成这样子，外壳有一定的厚度，然后这个是内导体，这是内导体一直碰到无限长哈，这是外导体 OK。 好，现在我们假定这个半径是 A， 这个半径是 B， 这个半径是 C， 那现在有电流，它的电流啊里头的导体整个的通过它整个的 cross section 是 I， 外导体呢也是从这个地方出来啊从这里出来 OK， 这里也是 I。 那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区域分成一二三四四个区域啊，我们现在分成四个区域，你要求这个自感系数，这个问题跟那个是一样的，你 self inductance 啊很难用它的定义做出来啊，不容易用定义做，那于是呢我们就先求它的磁能，然后呢再来求自感系数。好，磁能我们当然还是用这个，用这个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求什么？求 B 场跟求这个跟取 D tau 啊， D tau 还是一样，我们先取 D tau 好了。我们取 L 长的一段 ，L 长的一段哈，那么是二派 R 乘上 L 就是一个灭，再乘 dR 就是 d 套，然后 B 长呢，我们由 Ampere's law。I enclosed 啊，得四个区域的磁场，四个区域的磁场，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哈。你看，我们一个一个求好了。一个一个求好了，这个是区域一，
因为其中有一个你要写出来才知道啊，那其他的我们都可以马上写出来。一好得，居一是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所以它的 B 场呢是等于啊，我们求过了哈，就等于二派 A 平方。缪零 i， 方向啊，这个方向，嘿，好，那么 d tau 是这个，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啊，区域一的磁场，我们写一下啊，区域一。内的磁能 W M 1为这个，其实刚刚都做过，对不对？啊，刚刚都做过啊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求出来 W M 1，这个就是擦掉了哈，第一刚刚的第一项啊，我把它还是这样写一下好了啊，零到 A 二缪零分之一二派 A 平方缪零 I R 的平方。乘上二派 RL DR， 好，我们就不做了，这个里都做过了哈，它就等于十六缪零平方 I 平方 L 啊，当然这个是焦耳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求区域二。或者我们把这个算第二式好了，这里就不要写这边，不要写这么啰嗦。有二式得啊，得 M2 是等于从 A 到 B。二缪零分之一，然后这里是二派 r 分之缪零 i 的平方，啊，二派 r l d r， 好，这个我们马上可以写出来，因为刚刚求过了，等于四派分之缪零。I 平方 L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啊，好，然后再求区域三，区域三就是这个地方啊，你如果在这里画一个 closed path， 那这个电流全部被圈住，这个电流，但是这个电流呢并没有全部在你这个路径所围成的这个面里面啊，只有部分在那里，所以这个 B 场啊，我们啊由二式得好，啊，左边二派 R 乘上 B，右边缪零，我们以里头这个 R 作为标准，这个当作 Z 轴，那就是里头被圈住的就是全部的 I， 外面的 I 呢跟那个相反，所以用负号，
它并没有全部哦，它是 I 被这个面积来除，这个面积是什么？派 c 平方减 b 平方啊，派乘上 c 平方减 b 平方，这个，派。这个是单位面积的电流，就是电流密度乘上你这个面积，如果取在这里的话，我先说你的 R 如果在这里的话，啊，你要取这个面积 OK 啊，这体积是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当作这个是 R。 好，那这个面积是什么？派 R 平方减掉派派 B 平方啊，这个是派 R 平方减掉 B 平方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它的 B 场是等于这个方向，等于二派 R mu zero I， 好，里头是 C 平方减 B 平方， C 平方减R 平方，啊 ，B 场是这个，所以这个区域的磁场，啊，区域三 ，M3 等于 B 到 C， 啊，二 mu 零 I 的平方，啊 ，B 的平方，这个，它就是二。派 r mu zero i， 然后这是 c 平方减 b 平方 ，c 平方减 r 平方，然后乘上一个，啊，这个有个平方啊，不对，乘上这个，啊，这个没有。整个的平方乘上二派 r l d r， 好，我们把这个积分积出来啊，它是等于这个，好，势能等于这个哈，单位还是焦耳。好，区域四呢？趋势啊，由二是的磁场等于零啊，所以这个区域的磁能，来写一下，所以区域四的磁能。M4 等于零。好，那现在磁能都有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四个区域的磁能总磁能加起来啊。我们先不加了啊，它就等于这个加起来，然后我们就算这个单位长度的自感系数 L。prime 等于 L 等于自感系数被这个除，好，那么它就等于啊两倍的磁能
被 i 平方来除，然后再被 l 啊来除 ，OK。这是单位长度的，本来是这个东西嘛，哈、啊。那我们这个单位长度就被这个除，好，那么它最后是等于第一项。八派分之缪零，第二项二派分之缪零 ，natural logarithm a 加 b， 再来二派分之缪零，啊，这是 c 平方减 b 平方。log c over b， 好，我把这个擦掉一点哈，再减掉四倍的 c 平方减 b 平方，三 c 平方减 b， 啊，那这个是 Henry per meter。Henry per meter， 啊，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题目。好，以上跟各位介绍的就是，啊，那只有一个线圈，就说我们每次啊都是一个线圈，像这个我们也可以看成是一个，哎，电流流过去，再从外面流回来，也算是一个线圈。啊，它的磁能当然就是在这个线圈里面。如果说我们空间呢有两个线圈怎么办？比如说我们空间有两个线圈，这两个线圈蛮靠近的。好，那这个是有 I1， 这个呢有 I2。 好，那但它有 N1 扎，这个 N2 扎哈。好，这个线圈的磁能呢，这一有电流的话，它当然有 flux 了。这个 flux 会在自己产生一个自感的磁能。好，这个自感的磁能有一部分会，它的磁通会通过这个，会在这里产生 flux， 这里产生磁场，所以呢它会在这里产生磁能，哈 ，I 也会在这里产生磁 ，I1 在这里产生磁能 ，I2 也是一样。它的电流除了本身产生磁能之外啊，它也会在这个线圈里头哈有 flux 通过，有 flux 通过呢，就是 flux 如果它有变化 ，flux 也在变化啊，啊。那么它的磁能呢，这个时候磁能怎么办呢？不是那么单纯呢、啊、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有两个线圈的话啊，我们要讲它，要求它的耦合系数，就是说它会影响它，它也会影响它。它怎么影响它，它怎么影响它，当中总有一个关系啊，啊，有个关系叫做 coupling 啊，它跟它耦合，它跟它耦合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问，我们现在底下要介绍耦合。现在我们用 AB 来表示好了。啊，这个 AB IA IB 这个呢我们假定它的这个单扎，我们都先假定是单扎，不要这个当作它有很多扎哈。好，这是线圈 A， 这个是线圈 B。 好，我们假设线圈这个电流会在 A 的本身线圈里面呢产生一个磁通，
我们令它叫做 5AA。 A 线圈的磁通由 A 线圈的电流产生，我们令它叫做 5AA。 好，另外有一个单闸线圈附近，所以它们彼此会影响哈。好，好，那我们说 5AA 电流在这里通过的磁通，有一部分会通过 B 线圈哈。好，这个时候线圈 B 里面的这个磁通啊，B 线圈的磁通由 A 线圈上面的电流产生啊，则 5BA，B 线圈的磁通由 A 线圈给它的，就是 A 线圈磁通的一部分啊 ，A 线圈的一部分 ，OK。好，那么线圈 A 它自己有自感系数啊，哈，我们说线圈 A 它的自感系数为 LA 要等于啊。它一扎嘛哈，我以前告诉各位要这么算嘛 ，A 线圈本身的 flux 一扎啊，它是跟它的 IA 有关的，这个地方是 LA 哈 ，LA 对不对？所以 LA 就等于什么 5AA over IA 啊，像这个。不要直接去背哦，背不起来哦，啊 ，OK。那么至于说这个地方也是 BA 还是 AB 还是怎么样子，也不能用背的，你要定义出来 ，5AB 是什么 ，5BA 是什么，然后你再按照这个道理去算，你就可以永远记住啊。要不然的话，像你现在学的，像我啊。这学期教你们，下学期就不，明年就不教了，过好几年再来教，哪里会记得那么清楚啊？啊，公式记不住的了，但是道理都还在那里啊，道理可以记得很久，所以一定要完全了解了啊。好，这是自感系数，然后二线圈的互感系数。就是一 A 线圈影响 B，B 线圈可以影响 A， 那它的互感系数我们以前说过，都一样啊 ，MAB 跟 MBA 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去算呢？比如说我们算这个 BA 好了哈，你这么记嘛。5BA 它是一扎嘛哈，要它要跟 IA 有关 ，IA 有关，这个地方是 MBA， OK， 所以 MBA 呢，它现在就等于什么 5BA over IA， 啊，好 ，5BA 是什么 ？5BA 是这个，是这个，啊，
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量带进去 KA Phi AA over IA 啊 IA OK 好，那么 Phi AA over IA 是 LA，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KALA OK 好，这个的 MBA 等于这个好，因为 MBA 它就等于 MAB， 干脆就用一个 M 来代表啊 M 来代表，所以啊我们说这个啊 M 呢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 M 平方就写成 MBA 乘上 MAB 啊，这两个一样的啊，所以呢啊 MBA 是这个 KALA， 同样的道理 MAB 就是啊 KBLB 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KA KB LA LB M 平方是等于这个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开平方啊啊，开平方以后呢它就变成这样子的东西，所以 M等于这个式子开平方根正负 K 啊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个本来有个我们先写一下好了 KA KB 再乘上 LA LB， 那我们就把它写成正负K 啊 ，LA LB 的二分之一次方，那么 K 就代表那个前面那个 LA KA KB 相乘再开平方根。好，它的值呢介于正一与负一之间哈。如果两个线圈重叠在一起，那么它全部的 flux 经过它，它全部的 flux 也经过它，那这个时候 K 的绝对值就是一了，它 K 就等于正负一哈，为一。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这个两个线圈互感啊，互感，第二个线圈的电动是跟第一个线圈的电流有关呢 啊那这个电流增加跟电流相反，那跟第二个影响，就是这个电流是增加或者是减少，影响第二个线圈电动势的方向了，那电动势的方向我们就，如果电动势用绝对值的话呢，那么 M 就是它的，就是 negative sense 或 positive sense 就决定在 M， 所以 M 呢可以说它是有符号的哈，也可以说它就是电动势的这种方向，那符号啊，那这个这 K 的符号啊跟这个 M 的符号相同哈，那这里可以取正取负嘛哈，那与 M 之符号相同哈，这里我们就不去仔细讲它了哈，我们知道这个有这个方向性对不对，
就是有正有负啊，那 K 也是有正有负。好，现在我们谈一谈两个同轴螺旋管的耦合系数，我们现在求一下这个，这还是跟上一次我们画的那个一样啊，这是一个长螺旋管，另外有一个也是长螺旋管啊，它是啊在这个里头。有两个长螺旋管，我们一个用这个颜色哈，啊，这个螺旋管呢，我们称它叫做 A 螺旋管。这个电线从这里出来，这个 IA， 这个是 IB， 它总共的长度啊 LA， 好，每单位长度有 NA 个， NA 就是 LA 被它的总匝数来除哈，我等等会定义这个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啊，这是 IA 啊，写错了，这个是 IB， 从这里出来的 IB， 我这个也用红色的好了，不要搞混在一起啊。那它的长度 LB OK， 好，它的半径是 R， 它有 L 部分是重叠在一起的L 长度啊，总共 L 长度重叠在一起，我们要求它的耦合系数。那我们怎么求耦合系数呢？我们就从它的公式来看呢。好， K 是这个东西，那 KB 你不知道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这个 M，我们直接写这个好了，耦合系数我们用这个来做 LA LB 的二分之一次方啊，我们取它的正值。那 M 是什么？两个螺旋管的 mutual inductance， LA LB 分别是第一个线圈的自感 A 线圈的自感系数跟 B 线圈的自感系数，我这里定一下 NA NB 啊，为 AB 两个线圈单位长度的匝数啊 OK。 好，我们前面已经算过了啊，我讲这个例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 M 是等于啊 LA 分之 mu 零 pi r 平方 NA over NB。
我看看这个是单位长度还是不是，这个就是不是单位长度，为总匝数好了，我这就不要写了。当然你也可以定义它是这个单位长度哈，单位长度是另外一个，这是总匝数，总匝数。好，那么 LA 是等于自感系数，长螺线管的自感系数，我们也学过，也学过了，它是缪零 n a 平方派 r 平方，那 l b 呢，就是等于 l b 分之一缪零 n b 平方派 r 平方，好。我们把这个代入第一式，代入第一式，我们得K， 你就把这个代进去就好了啊，它就等于 LA over LB 的我这个画错了。这是下一个例题，这应该是这样子，我画错了，因为我这个上面没有把图画出来哈。它是这样子的，从这里穿过去，从这里穿过去啊。OK， 是这样子的。IA， 啊 ，IA，OK。是这样子的 ，IA， 所以 LA 呢是这一段 ，LA， 我画错了哈。LA， 我们做过一个题目，就是一个比较短的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比较长的哈，哪一个在外，哪个在里头没有关系了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算这个磁能。现在我们的系统不只有一组线圈，可能有两组线圈在那里。L， 我搞错了，就不要 L， 这里就没有 L 了。刚刚那个有 L， 现在没有 L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看这个磁能。磁能用电流跟电感系数表示磁能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分成这个空间，如果只有单一个线圈，只有一个线圈哈，只有一个线圈。好，那么磁能呢，它就是二分之一 L I 平方啊，自己的电流跟自己的自感系数啊。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写成二分之一啊，因为我们 L I 就等于 phi 啊， L I 就等于 phi 就一圈啊，假如啊，它就是跟本身的电流成正比，这个自感系数 phi 等于 li 嘛哈，所以我们把一个 i 保留，另外一个 i 就跟 li 在一起，变成二分之一 i phi， 单一线圈。如果空间有两个线圈，彼此蛮靠近的啊。二分之一 I A Phi A， 好，注意
这个 Phi A 啊，就是通过 A 线圈的总磁通，它自己电流产生的磁通经过它，就是 Phi AA， 还有 B 线圈的磁通也会经过它啊。OK， 然后还有再加上二分之一 IB Phi B， Phi B 也是包括 B 线圈自己的 flux， 还有 A 线圈的磁通给通过它的一部分。好，所以这里头我们要注明一下 Phi A 与 Phi B 分别为链接 A GB 线圈之总磁通，那么它的定义是 Phi AA， 它自己产生的部分再加上B 线圈给它的部分，那就是 Phi AB 啊。Phi B 是等于啊 Phi BA， B 线圈的磁通是由 A 线圈给它的，再加上 Phi BB、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带到这里，这个式子带到这里啊，于是我们啊，这个带入上式啊，得Wm 等于二分之一 i。Phi AA 再加上二分之一 IA 啊 ，IB Phi BB 加二分之一 IA Phi AB 再加二分之一。IB Phi BA 哈，两个线圈的磁能呢有这么多，一个线圈就是这个，两个线圈本来应该两个，但是这个是他们彼此影响的哈，又多两项这个东西。我们知道这个Phi BA 就是说 B 线圈由 A 线圈的电流产生的 flux， 它是跟它是 IA， 我写的由 A 线跟 A 线圈的电流有关，这个是 mutual inductance， 我们不要写 BAAB， 因为 MAB 跟 MBA 是一样的哈。好，那么Phi AB 呢，它的定义是什么？ A 线圈的磁通由 B 线圈的电流产生，它是跟 B 线圈的电流有关，然后 Phi AA 呢，它是跟自己的电流有关，这是它的自感系数。 Phi BB是等于 LBIB， 然后我们把这个带入上式，带入那个能量那个式子里面，我们得这个式子一定要记住哈，
慈南两个线圈的话，它是二分之一 LAIA 的平方加上二分之一 LBIB 的平方，这是本身的。然后呢互改啊，后面的两圈呢、啊、我们可以把它合并变成 MIAIB 啊，这个是只要记住哦，两个线圈啊在一起的话，它的磁能啊就是这个东西 OK 嗯，两个线圈啊。好，我们讲这个现在就是要来谈两个线圈放在一起的话，因为 A 线圈会在 B 线圈的地方产生磁场，那 B 线圈的电流在 A 在磁场的地方，有电流的线圈在磁场会受力，对不对啊，这个时候两个线圈呢就会有彼此相互作用的力啊，彼此相互作用的力，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做基础来求二线圈之间啊相互作用的磁力。嗯，好，底下我们就谈这个。我们把这个线圈画在这里。嗯，好，假如我有两个线圈，啊，我把这个这几个字擦掉好了哈，空间大一点。好，这里接一个电动势，接一个电动势，电动势是这个正这个负，所以电流是这样子流，它有一个 IA， 好，它的旁边呢不远的地方又有另外一个线圈，好，它也有一个电流，这个是 IB， 我照书上的就比较不会错哈、啊、IA 朝这一边的、嗯、这两个线圈的电流都会产生磁场。我们先看 A 线圈的电流， A 线圈的电流产生的磁力线是这样子的，啊，电流是这样子流，所以磁力线呢是这样子的啊。然后这个，啊，搞错了。好，这个地方这样子，好，当中。有这样通过，我这个画的不好，这个都没有通过它，画太斜了，画太斜了，我先画当中这个，先画当中这个，这条线啊，这样子 OK 好，然后这个啊，好，电流 flux 穿过它，好，那当然这个地方有一个过来，这个过来，这个会做一个回路，就是它的 flux 啊，这个线圈的 flux 啊
有一部分会通过 A 线圈的 flux， 有一部分会通过 B 线圈，啊 ，B 线圈。那么当然 B 线圈的 flux 也是一样了，它两个都是啊，都是同方向，它有一部分通过它，但我们就不画了，画的只是乱七八糟啊。好，那我们说这个系统，我们现在要问它们之间的作用力是多少？你怎么算它的力啊？这个不好算呢。啊，我们知道带有电流的电线在磁场里面会受力 ，dF 等于 IdL cross F， 但是这个磁场也不是定值啊，线圈又不是一个直线，方向不是朝，就是 dL 的方向不是朝同一个方向，那很难由那个定义来做啊。于是我们就想办法用另外的定义，另外的方法，就是用虚功的方法。各位记不记得我们讲这个电力的时候啊，我们是用电场的能量啊，用这个虚功来做。现在我们也是一样，用磁能啊，用虚功来做。OK， 这一条说的 OK 啊，好，谢谢。现在我们。有两种方法，跟以前我们讲这个电力的时候啊，我们假设了啊，一个是电两个极板的电量保持定值是一种，一个就是呢这个极板接在电池上面，它是电压保持定值，这两种方法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，就是你一个题目用这两种方法算啊，它的结果都是一样。那现在我们也有两种方法，一个就是啊，你把这个 IAIB 啊当作保持一定，就是在这一瞬间 IA 跟 IB 是一样的啊，保持一定，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它的啊磁能，有磁能来算它的力量啊，算虚功。我们知道两个电流同方向啊，两个电流如果同方向的话，这个线圈会互相吸引啊，互相吸引。好，我们就假设啊，它电流保持一定，而这个线圈呢啊，就做一个虚位移，这其实没有位移哦，其实没有位移哦，假想它过去了，为什么过去啊？因为受力啊，它就会受一个force 啊，就是说这个线圈呢受一个力，我们画在哪里呢？画在这里好了啊，这个是它的电流，我们看这个啊，这是 IB。然后磁场，这个地方磁场要往这一边呢，啊，磁场往这一边，于是它就会受一个力，朝向这一边，这是 DF 等于 IBDL。cross BA 就是 A 线圈产生 A 线圈在这里产生的磁场给这么一段小小的 DL 啊，这里我们取一个小小的 DL， 它的方向就跟 IB 一样，就是切线方向啊，那么它受的这个 F。 好，我们假想电流保持一定，
啊。一定会有什么结果的。这两个电流，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那里，线圈，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这边。这个系统有电能，有磁能呢、啊，啊，当你这个电流保持一定，线圈接近的时候呢，是不是彼此的磁通都增加了？对不对？磁通增加的话，磁能怎么样？增加，所以它会有一个磁能的改变，哈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去看看这个系统的磁能。我们写一下，磁能是这个里头啊。我们假设 IAIB 都是常数，啊，那 LALB 呢？自感系数也是常数，因为自感系数只跟它本身的大小有关，对不对？好 ，IAIB 是常数 ，mutual inductance 就会有改变，因为它不但跟个别的这个线圈有关系，形状有关系，还有彼此的距离还有关系。你把它拉近了，当然 M 就改变了啊。所以我们这里要注明一下 IB LA GLB 为常数，所以啊，两个线圈靠近的时候，磁能会有变化啊，磁能的变化为，我们写 dWm 啊，这个微分一下，这个是零，这个是零，这个只微分这个，所以它是 IA IB 乘 dm。 好，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这样子，比如说我们保留 IA，IB 乘上 M， 这个就是由 B 线圈产生的电流，在 A 线圈上面产生的磁通的改变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是啊，这个我看看 IA，B 线圈的电流。在 A 线圈上面，不是这个 A 线圈上的磁通，由 B 线圈上的电流产生啊，这个也等于，我们把 IB 保留的话呢，这个就变成 B 啊 d phi BA， 所以这个式子可以是这三种状况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看，你一靠近的话 ，B 线圈上的磁通就增加了。磁通增加，它的感应电动势是往什么方向？跟电流是反方向，对不对？与 BA 的方向相反的磁，就是说产生的磁场。我们现在不是看这个电流，是看这个。增加的话，它就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，让它产生的磁场跟这个相反，啊，方向相反，跟它对冲，啊，这样子。你们的表现了几点？我今天没有代表。现在几点？